现在小孩吃的是100个币啊，守擂。他现在用3问规则来守擂，目前小孩剩下67个币，来接受鸭王挑战。鸭王是5个币的挑战。小孩的必须用随机选，那挑战者鸭王呢，只能从八神安真克里斯大门五郎3个人中使用2个人，而且不能上神乐清鹤的。打下小孩1个币啊，挑战者拿80。给小孩的草剃彩咒啊，这个老头叫草剃彩咒，是草剃精他老弟。你看他的技能啊，跟草剃精是一样的。香蜜是发到原神兄弟啊，别发屏啊，咱别纯属发屏兄弟啊。进食乐是什么意思，兄弟？你这个阅读理解能力都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欢迎气球哥啊，气球哥来了吗？神乐是一个角色啊，叫做神乐千鹤啊，是一个角色，是一个游戏人物，他叫神乐千鹤啊，也算是一个主力人物了。所以说进了神乐就等于进了一个主力啊，因为这个神乐千鹤在98这个版本里面属于啊大部分人手一个的一个主力人物啊，所以说进了他相当于进了一个主力了。月三水土啊，晚上兄弟，别纯速的刷屏，好吧，咱别纯速的刷屏，你们聊会天可以吗？这个比赛实在是说曹操曹操到啊，不扛念啊，不扛念叨，一念叨的话，你看小孩就肥到一个神乐天鹤了。神乐千鹤使出真无加一个镇远斋，亚王这里首发是选择八神啊，八神是他从97开始一就是他的本命英雄了啊，前冲轻快压制能拉人夫啊，打98确实是啊，也不是这就不是2000了，抓起风动手梦弹再接一挂，打死神乐，打成了使出真无，要交代在神乐千鹤手上，手上有还有两气血，土黄小兽龙破对方的一个柱子，那先压王，你对了吗？我爪子劝出葵花三段来，可以，我也别回避对方，我们小孩怎么打？哎，两个高手，来吧，选的是真七啊。打出2000感觉啊，大家把赞点起来，兄弟，把赞点起来，好吧，把赞点起来，然后这场看2000嘛，咱们看完小孩的吧，好吧，把小孩这场看完的，毕竟蓝翔也是非常具有啊观赏性的一个选手。八神那招叫萧峰嘛，叫谢峰啊，谢峰。亚王，亚王开始跟小孩玩厉害了。小孩这个老头确实不是很好打好玩的。简直了，好了好了，怎么样，这一次是布莱恩大门五郎加一个手里的太保剑猴子，亚王还是一如既往把八神派在手上，
红丸手底。八神打 Brain 的话可以打，虽然说不然虽说输出高啊，如果被八神压制住起身的话，那就是八神的一个主攻。那布莱恩打得非常疼的，速度很高。亚王不慌吗？血反了，来不及了。扛着之后，你看到没有？打出不招之后，这个伤害太 low 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小孩八神，小亚王的八神一定要解决他的吗？抓谢风，哇！亚王这个，亚王这个谢风抓的力是真的是。谢谢李怒爱开机吃的分场，再来一个西里莫多，阿西巴呀！丹尼哪儿去了？念叨。你在应该啊、面包，你在你在。好吧。喂，刘三岁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感谢我面包的灯牌力量，欢迎毛牛哥哥啊，欢迎吉米小龙，武松溃了你好，欢迎大王，欢迎花墙面子，我见青龙杜五妹，欢迎杨三十拉铁啊，欢迎武枪龙哥哥。谢谢新奇的灯牌力量。下段轻攻击两段之后呢，劝出凤凰脚来。不过鸭王现在他的红丸要把猴子解决了，兄弟们，你猜对不对？直接回身一。欢迎大家回来啊！大家晚上好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是拳皇九八的比赛，来自小孩64个币对亚王。亚王目前胜了，5个币，赢了小孩3个币，小孩这边是连输了3分呢。小跳轻手啊，这个时候你用三问打对方的两个主力，其实也。有点难度对小孩来说，而且毕竟对方实力跟他相差无几的。又是一个是大地，托马斯回援之后再取消出正反摇拳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鸭王被小孩啊关到了厕所，小孩现在要继续压制，然后一个连续两个战青腿打雀反3个，哎哎，加这个清泉就得判定发生太快了，就算是维斯这种角色那也不好打他，你看完全无责任的，没法去反，又是一回。点亮榜二啊，榜二开心啊，点点关注，不差点点关注。感谢开心，你看这个挺有意思。终于看到了什么呀？你刷什么了呀？刷什么弹幕了？好久不见啊，彼岸花。